频道宣传时间，请大家记得订阅 LZ5771 Studio 的本频道。现在它的订阅人数已经是有408位订阅，即是比平时多了4位订阅。之前它是有404位，现在变成了408位订阅。我需要这么多位各位观众大家多些支持，希望这么多位观众粉丝们能够订阅和继续支持 LZ5771 Studio 的本频道，令到它的频道可以早日急升去到500位订阅人数的目标。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订阅和支持这位巴士迷和铁路迷的本频道，记得支持 LZ5771 Studio 本频道。提提大家啦，如果未订阅他的频道，请记住快点订阅和关注他的频道，会定时出片和更新社群的资讯。所以我在这一次叫大家，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继续订阅和支持 LZ5771 Studio 的本频道，记得希望可以订阅之后按下发布新影片的提示的钟掣，同埋记得要 like 佢啲影片，记得支持 LZ5771 Studio 的本频道，多谢各位。